这个是装加热片的视频，把加热片折一下，沿着这个孔塞进去，拿个小工具帮忙一下。好的，现在放下煤腿，然后拿到这边整理一下，把加热片整理整好。把它理顺了。另外一边同样操作，两边都弄好以后，再把小腿拉上来，重新拉上拉链就可以了。